东南多个机场战机轰鸣，苏三零、歼十等十余架战机陆续升空，战机抵达目标空域，红蓝双方随即按作战编组飞向对抗空域。接收战场态势信息后，双方空中任务指挥官迅速排兵布阵，出动什么兵力，采取什么战术，谁负责支援配合，在地面统筹规划的基础上，空中任务指挥官要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实时进行调整优化，对抗兵力多，持续大载荷高强度战术机动，机群空战贴近实战的特点，是对空中任务指挥官技术、体力和意志等综合能力的多重考验。对抗中，蓝方数架战机使用超低空飞行，在地面杂波掩护下悄然逼近，企图对红方机群侧翼实施偷袭。面对蓝方战机威胁，红方飞行员当机立断，带领僚机发射干扰弹并急转规避，两架战机交替后撤，择机重组阵型。在全面评估战场态势后，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官下令，其余在空兵力转向机动，迅速调整编队队形，分配打击目标，对蓝方战机形成包夹。歼刀在目标进行进攻，歼刀明白。后退的蓝军战机得到增援后，重新站稳脚跟。红方机群再次变阵，以编队战术发挥不同战机在电子对抗、武器性能等方面的作战优长。几回合交手，红方机群始终占据住有利阵位，掩护友机实施超低空突防突击，成功摧毁目标。我们与疫情机混合编组，相互配合，在近似实战条件下进行自主对抗，锤炼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态势感知、临机决策和体系攻防，有效验证了部队遂行大规模高强度空中作战的能力底数。